行政院纾困四点零特别预算，也有农业的纾困措施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，符合资格的农渔民会当摕到一万到三万补贴，也提供四十万的农业纾困贷款。而且农委会也已经建立物流调度平台，菜、西瓜、籽、海产都会当送出去，希望做回来度过这届难关。行政院的纾困四点零特别预算通过，农委会表示，这摆农委会编得到196亿，其中的174亿伫摆付了后，会用来做农渔民的生活补贴经费。有符合资格的农民，每一个人会使得到1万块，渔民爱看投保薪资，上悬会使领3万块。但吉中强调，上紧明仔载补贴就会拨一口罩，卖着急去农会路婆啊，避免群聚风险。到底是三块的农民的三两，得一定要农会资格。我们还有两个部分的农民也可以领，也就是说去年有来申请而且通过的实际耕作者，以及我们跟农粮政策对接的所有的这些农民，你只要投保薪资24000以下的，你就领3万块；你超过这个24000的投保金额的，你就领10000块。陈吉仲讲，即摆嘛有提供农业纾困贷款，去年有申请农家综合贷款的人，嘛会使过来申请。伫新款的部分，嘛有暂时免息的措施，希望让民众会使度过即摆汹汹来的疫情难关。你只要去年有申请农家的综合贷款，不受一次的限制，今年也可以来申请。所以我们的农家的综合贷款40万，是可以让各位持续的来申请。教授的收入是袂去学校，做学校营养午餐啊，啊，常常是袂学校停课，做迄线的供应的菜量，常常怎啊缩起来？哦，啊，毋过家庭菜买的部分是增加，啊，因常常无就转过来这边啊。农民表示，有纾困是真好，也毋过即摆疫情的影响，运送的时阵拄着一寡困难。陈吉仲讲，有建立农产品的物流调度平台，结合邮局、民间货运业等等单位，若是农渔民有需要，拢会使甲遮个单位联络，得到帮助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